大连，别称滨城，地处辽东半岛南端，与山东半岛隔海相望，是中国东部沿海重要的经济旅游城市。2010年7月16日，一个晴朗的星期五，就当所有人都在期待即将到来的双休日时，下午18点10分，凌厉的警报声在大连市特勤一中队响起。当天是我儿子生日，到了晚上5-6点钟的时候，听调度室说，说那个一个油罐着了。我们觉得开玩笑，因为周末嘛，大家觉得心里都很放松。我让中队站上，我说咱们跑个5000米回来就休息了。当时大家听那个要调我们，就不用跑步了，大家很高兴，啊，说终于不用训练了。尽管大家口中说不用训练很高兴，但仍然按照出发要求，45秒当车完毕，准备出发。35时任大连消防特勤一中队指导员。特勤一中队处在大连市的闹市区，是大连公安消防的尖刀中队。从1998年成立至今，大大小小的战绩数不胜数。特勤中队它的概念就是说，要区别于普通中队，就是说你的战斗力、你的装备要区别于其他中队。当别人中队处理不了的时候，就调特勤上。特勤就是说到场之后，要完成别的中队所不能完成的任务。有传统这么一支队伍，当初建的时候也是按照标准特别高，所以说那个在那个打大仗、打胜仗啊、打恶仗的时候啊，又就是需要这么一支队伍，所以从人员、从装备啊配备的都是最好的。35，1996年入伍，1999年考入天津消防指挥学校。由一名士兵成长为消防警官，凭借优秀的综合素质，他被分配到大连市特勤一中队担任指导员。从担任指导员的那一天起，练得比别人多，训得比别人狠，睡得比别人少，就成了35带队的基本原则，也让特勤中队成为大连公安消防队伍中当仁不让的王牌部队。去特勤吧，应该说压力非常大，因为，就到现在为止也是，特勤无论在哪一个支队，在哪个总队，消防从消防部队来说，特勤给人们的这种分量，它都是不一样的。各大队注意，各大队注意，我是消防指挥中心。然而，当35接到指挥中心调令时，他心底产生过一丝怀疑。火灾发生在距离自己中队50多公里外的新港国家石油储备基地。石油虽然属于易燃品，但发生火灾的几率很小。因为当时说这个开挖区油库着火的时候，我们在这个地方演习过，我们知道那个地方它的那个保密和要和那个就是安保这个都是非常严密的，我们想象无法想象它那个着火。着火的油罐处在距大连市区近1个小时路程的新港区，为了能够及时扑灭油罐的火灾，大连公安消防部队在油罐周围专门组建了石化特勤大队，下设4个中队，并且针对石油火灾流淌快、不易扑灭等特点进行油罐灭火的专业性训练，其中包括远程供水、油罐区集中性灭火一系列有效的防范措施。远程供水系统由水带铺设车、二次加压泵车、水带收卷车、移动水炮组成，可持续以每秒2吨的水量向12公里外的消防水车供水。油罐灭火方案则针对油罐区内流淌火、火情散布快等特点，实施沟管、水炮、泡沫等密集灭火的方法进行扑救，并且根据石油基地与海距离近的特点，强大的海上消防舰可以迅速赶到，
并提供强大的水炮支援。所以在一般情况下，即便发生火灾，布控在石油基地周边的四个消防中队也会在很短的时间内将火扑灭，而不会调动远在一小时路程之外的特勤中队。然而当桑武带领特勤一中队消防官兵接近事发地点时，才发现事态的严重性。尽管数年来经历过大大小小的火场，而眼前的火势仍然让所有人始料未及。在离现场很远的时候，就看到天上是远处都是红彤彤的，它的面积太大了，而且是这么大的面积的石油火灾，我们也是第一次经历。它那个当时那个着火面积、火焰高度，包括当时它的危险性，应该说都是我们从来没有遇见过的，也从来没看见过的。当桑武带着特勤中队赶到时，才发现着火的油罐火势已经开始蔓延。此时不仅仅是特勤中队，又陆续赶来了几个中队，消防官兵们奋力地控制四处蔓延的流淌火，但他们很清楚，这样也仅仅是控制，如果想完全将火灭掉，就必须从源头想办法。就在这时，桑武接到上级直接下达给特勤中队的命令，都到罐上就在所有人都在控制火势的时候，大连市公安消防支队特勤大队一中队指导员桑武接到上级直接下达的命令，现在观察关阀断料，因为他这个油罐区的这个火灾面积啊一直在扩大的原因，就是因为这个油罐里的油一直在源源不断的往外流，当时他的控制中心全部炸没了，就是说只有派人力进去把这个阀给关掉，把原油切断，不让它往外流，只有这个阀关了以后，这个火才能小，才能控制得了。现在着火这两个地方，这都两罐着火地方，现在火蔓延这儿了，马上就烧，已经烤到这个罐上了，烤这个油槽。现在我怕什么？这个时间潮了，我怕这个锅里还有用啊，一定要把这个烤炸了，飞火现在把后面还得引燃。石油储备基地内所有阀门均采用电控，只有在特殊情况下才启用手动阀门，而手动阀门距离正在熊熊燃烧的火罐只有十几米的距离。手动关阀意味着将深入到火情最猛烈的103号油罐，危险可想而知。作为带队干部，桑武当仁不让地进入到火场内部，然而没过多久他就退了出来。那个技术人员跟我们说，就一个阀，到里面才发现和他说的不一样。原来，就当桑武进入火场后才发现，燃烧的103号罐一共有三个阀门，单凭他一个人的力量，根本无法全部关闭。他迅速选定两名战士，换好衣服，随他一同进入火场内部。我们去关阀。关阀，我上不去啊。这两个喊的，一个是我中队长助理，一个是我的班长，这都是我一手带出来的，因为他们那个业务能力包括身体素质都是非常优秀的。但是有一个场面，就是其他人在往外撤的时候，我们几个是在往里走，我这个手头盔还没来得及戴，我这个手夹着头盔整理衣服，边整理边往里走。祝你们成功。消防官兵们在外围奋力控制四处蔓延的流淌火，桑武带领手下最优秀的两名战士进入到火场内部，手动关闭阀门。然而令他没有想到的是，关闭阀门的难度远远超出他们的想象。当时也就觉得说这一个阀进去可能个10分钟8分钟，因为以前没有这种概念，就是这种阀门我没见过，可能是到那个化工厂里啊去走六熟悉能见过，见过没见过这么大的阀门啊。它这个阀门和我们普通阀门设计是不一样的，是你上面这个小轮在转，它中间那个主的那个
法一点点再往下动。阀门不大，但是说他那个关的时候只有好像是外面关十圈，里面才下去一扣，那个螺杠就是很带扣的，这个螺杠是一米多高，那个阀门根本就我们感觉不到它在动。那有两个大罐子的阀门串根阀。桑武等人正在手动关闭的阀门与主阀门是联动装置。据石油储备基地的技术人员估算，桑武等人每转动八十圈阀门，主阀门会下降不到一厘米。如果要将阀门关死，至少需要转动阀门八万次以上。地上的流淌火仍在不断四处蔓延，一些输油管道被高温引燃，这让现场所有消防官兵为深入火场内部的桑武等人捏了一把汗。因为外面总爆炸嘛，火焰又是很高，当时也不知道什么时候出问题，后期又把他们喊过来了，包括就是其中有一段时间没喊过来的时候，我们是相互关一会儿，就在拿声音相互喊一喊，互相打个气，就是因为知道自个儿都在，那喊一喊声音，听着心里的有些安慰。此时已经到了凌晨两点，从桑武等人开始手动关阀门开始，已经过去了整整六个小时。在远程供水的强有力支持下，外部消防官兵已经向着火的油罐注入近一吨水，每个人都显得异常疲惫。而在火场中心手动关阀的桑武等人，体力也已经接近了极限，都很疲惫。外面有些时候像白天一样，拿大火球一起来，像白昼一样。有些时候那个一按下去，就伸手不见五指。完，天空落下来的都是大油点子。刚开始干起来，就是说身体很乏，就是想喝点水，又想吃点东西。但那个时候也没有什么东西吃啊，也没什么东西就给你补充。那当时就是唯一办法，没办法，就是看地上有积水嘛，把那油污扒开，从地上稍微找干一点的水抿一抿，喝一点。就一直在那转，一直在那转。后期也就转的，就是心特别烦。完事当时啊也没有水，可以说，有烟在熏着，有时候一刮风，这个风一过来，这个浓烟一过来，上不来气儿，在那呛着。注意安全，注意安全啊，都是原油。在外部控制火势的指挥官似乎感受到了桑武等人的疲惫，陆续让一些素质较好的消防战士进去替换桑武，但都被桑武赶了出来。后期有一些人员进去增援，就支持过我们，但因为那个危险性太大了，那些人又撤出来了。当时我这两个战士问我说：“导演，咱们是不是也撤？”我说：“别撤了。”我说：“外面火这么大，就是因为这个油关不住。如果咱们里面关不住的话，外面就是控制不了火的。我说咱们就停一停。如果咱们赌赢了呢，肯定就赢了；赌输了呢，出去也是白费了。所以说当时就这么想的。”根本就进不去，两边流淌火全满的，这要土挡死。桑武的话是有道理的，的确，倘若阀门关不住，流淌火就会不断的增加。桑武不断的鼓励着身边的战友，手中不断的转动，时间继续向前推移了两个小时。桑武等人手上的阀门终于感受到了一种强大的阻力，就是他那个顶上啊，能看见那个阀的那个主轴往下走。我们关一会儿上去瞅瞅，还是早了。后期就关，实在就拧不动了，就拧不动。然后到顶上去看，根据估算，它这个管的直径和它这个上面那个主的这个轴啊，下的那个高度，觉得肯定是关上了，因为后期上面就拧不动了。凌晨四点，103号油罐的阀门终于被关闭，四处蔓延的流淌火终于断了源头。桑武等人迅速撤出，此时的他们精疲力尽，体力已经达到了极限，累得也没有想法了，什么概念都没有，就觉得哎呀，快让我躺一会儿吧。2010年7月17日上午8点，油罐大火终于被完全扑灭。此时的大连刚刚从酣梦中苏醒，人们开始了前一天计划好的周末生活。而此时的油罐火灾现场，却是横七竖八就地睡着的疲惫的消防官兵。
他可能真的需要你有一种奉献精神。所以说，在做消防的时候，可能也就真的是把这种奉献这个字来体现出来。因为在面对险情的时候，你不知道你什么时候会牺牲。油罐火灾后不久，桑武被调到大连市沙河口消防大队担任教导员。虽然离开了特勤中队，但他将特勤中队的训练要求毫无保留地复制到沙河口大队下设的几个中队。类似于这样的紧急拉动，消防官兵们已经司空见惯。尽管已是凌晨两点多，但战士们依然在规定的45秒内集合完毕。东北的寒冬使夜晚的温度已经降至-10度，虽然响起的只是紧急拉动警报，而他们视拉练为警情的警惕性并未放松。在规定的时间地点，完整携带单兵装具，整装待发。现在消防应该说面对的环境和挑战应该是比较复杂了，它第一个需要人有一种体魄的同时，更需要人有一种奉献精神，特别是这种意志力。桑武知道训练了一天的消防队员们已经非常疲惫，可作为指挥员，他必须时刻提醒战士们要时刻保持战备状态。明天就是新兵下连的日子，桑武所在的沙河口大队即将迎来一批新的消防力量。每年的这个日子里，桑武和其他大队的部队长都会倍感压力。公安消防部队肩负着城市的安全，而他们身上肩负着大队百余人的安危。也正是在这种压力下，才使整个公安消防力量不断增强，让城市和百姓的安危更有保障。这里是合肥市消防支队特勤一中队正在进行的一次火灾战评会。就在两个月前，一场火灾在特勤一中队附近发生了。这起火灾发生在合肥市闹市的一处商业楼一层，所处位置商铺其中，并且在事发当晚火势发展迅速。因为我那天正好是值班的，一接到报警以后，我当时这个通过电台向指挥中心了解这个火场情况，因为4点多，因为这个时候的火灾是最危险的。我们最怕的就是夜间火灾，夜间火灾就是发现迟、报警迟，伤亡大，损失大。让人欣慰的是，在特勤一中队赶到后，仅仅用了10几分钟的时间，火就被扑灭了。这是着火点周边的商铺没有形成进一步的损失，并得到了上级领导的高度肯定。但让人遗憾的是，室内两人吸入大量有毒气体窒息死亡，这让时任特勤一中队中队长徐长青心里非常不舒服。一楼跟二楼交接的那个平台地方发生火灾，我们消防到场以后把火扑灭以后，发现两名那个
被困人员已经这个没有生命迹象了。徐长青1997年入伍，由于训练成绩突出，2002年被破格提干，并先后担任合肥市特勤一中队指导员、瑶池中队中队长、特勤二中队指导员等职务。在外人眼中，没有徐长青扑不灭的火。然而在这次火灾中，虽然自己中队的表现得到上级的充分肯定，但被困人员仍有伤亡，这让徐长青心中非常愧疚。从我们内心来讲，这个是最大的遗憾，叫生命可贵，这个人生命具有一次的，这个是最难得可贵的，所以讲抢救人民生命这是最重要的。消防队在每次火灾扑救后都会进行战评会，总结经验，是为了在之后的过程中更快更有效地进行扑救。而此次的战评会，徐长青显得很沉重，并且在次日的训练中他显得更加严厉。然后跑起来，跑起来，快快快，对，救援也好，救火也好，你快一秒到，你爬楼快一秒，你比人家爬快一秒，快一分钟，快一秒，那可能获救希望就多一份，就是这样的。我刚才讲那个像吸入有毒气体，可能要一两分钟就会窒息死亡，你如果快个在他快个一两分钟到场，那有可能他就得救了。所以讲很多时候就是与这个死神做这个赛跑吧。2011年12月15日凌晨4时13分，也就是闹市区火灾后不久的一天晚上，消防指挥中心再次接到报警，合肥市北一环睢溪路银河湾小区6楼一住户家里发生火灾，两人被困。指挥中心命令徐长青带领特勤一中队立即赶往火灾现场。我在出警的途中，第一时间就跟指挥中心取得联系，但是指挥中心给我透露一个信息，讲报警人就是被困的人员，就也就讲自己报警，自己在火场内被困了，出不来。请问现场是什么情况？徐长青从电话中得知，着火地点是复式结构，被困人员目前被困在2楼，这与2个月前发生的致两人死亡的火灾何等相似。在与指挥中心的通话中，徐长青还敏锐地捕捉到一个信息，报警人就是被困人，这使他脑子里迅速涌出一个想法。我第一时间找这个指挥中心，就要到了我们这个被困人的这个手机号码啊，所以我要了号码以后，第一时间给这个被困人取得联系。那你赶快把报警人电话报给我。好的好的，你记一下。徐长青随即拨通了受困人的电话，然而电话中却始终传来忙音，这使徐长青心急如焚，他急切地想知道受困人此时的状态以及躲避地点。火场这个致人死亡的主要的原因是发生火灾燃烧的这个产物，燃烧场我一个是看得见的这个烟，这个是就固体一些小尘埃颗粒，这个是能看得见的。还有一个是我们看不见的，看不见的就是一些有毒的剧毒的气体。在即将到达现场时，徐长青终于拨通了受困人的电话，这让他异常兴奋。徐长青心里很清楚，在电话中他不仅可以时刻判断受困人员的状态，还可以告诉他如何最大限度地在火场中避险。也就是说，此时的电话连线对被困人员无疑是一通救命电话。在卧室是吧？赶快这个找毛巾把卧室的门先把关。他家是复式，住在2楼上面，1楼发生火灾，当时睡在卧室里面，本来是想出来以后从这个楼梯下来，想跑出去的，结果一看1楼已经烧着，烟也封住了，就出不去了，就退回到房间里面。很快，徐长青带领的特勤一中队就赶到现场。他一边对现场进行了实地勘察，一边在电话中安慰着被困人。我讲你现在是什么状况？他讲他呛得已经受不了了，在卧室里面。我讲这个当时这个情况就很危险了。行。已经到小区门口了，对。已经到你小区门口了，对，马上就进来，这里，马上就进来，对。徐长青一边告诉受困人如何避险，一边考虑如何对他进行营救。然而，令他没有想到的是，
想要以常规手段对被困人进行营救，困难重重。正常情况，我们肯定第一时间考虑到用云梯车救人，可以第一时间把云梯车调过来，直接开到楼下，直接升上去把人救下来。一个是那个下面我刚才讲的那个小区的过道全停满私家车，根本就开不到旁边。另外那个我用那个手电筒照了一下，我看那个六楼在冒烟的那个着火的那个房间，那种窗户也是防盗窗封起来的。所以讲这个情况下，一个云梯车救不了，这个他人可能叫他自己下来也可能性不大。常规条件下，营救被困人员可以采用升降车、气垫等方法，可小区内停放的车辆很密集，举高车根本无法通过，所在楼层又很高，无法利用气垫逃生。在没办法情况下，立马进行破拆。破拆工作在紧张地进行着，与此同时，他脑海中再次闪现出两个月前的那场火灾，几乎一样的时间，一样的情境。这次能否将被困人员成功救出，自己的手心里顿时出了汗。他不断地与受困人通话，从受困人的说话口气中得到屋内的状态，另一方面不断催促破拆人员抓紧时间将房门打开。可平日里破拆只需要几十秒的防盗门却无法顺利打开，这让徐长青焦急万分。时间已经过去了11分钟，被困人员在电话中不断传来剧烈的咳嗽声，这使队长徐长青心急如焚。他一边指挥现场的破拆小组，一边不断地与受困人员通话。经历过诸多火场的徐长青知道，此时自己的鼓励对受困人员来说是极大的安慰，而自己手中握着的就是受困人员的生命线。他反锁了，封锁了，原则上是没有在里面钥匙是根本就开不开的，对吧？所以以前的门你就破一个口子就可以了，现在的但是破了两个口子以后都很难搞开。其实但是也考虑到这个，从那个锁的地方切个三角形进去以后，把手伸进去开，但是就开不开，根本就开不开。情急之下，他敲开了邻居家的房门。你家房子跟他不一样？对，一样的，一样的。要我能进来看一下？可以。好的，好的。邻居家呢敲门以后就打开了，打开以后我就到他家去进行这个侦查，了解这个建筑结构。通过这个邻居的介绍，他讲他们两家房型是一模一样的，只是这个方向不同。所以，哎，我了解一了解，跟这个邻居家的是一样的，这样我就确定了他被困的位置，锁定他位置。对，你家这个房型。徐长青根据火灾分布结构分析，着火点在一楼，那么烟雾上升最快的应该是楼梯。而在电话中得知，被困人现在正处在距离楼梯不远的位置，而这里是极不安全的，而位于主卧里的卫生间空间相对密闭，如果将这里封死，那么可以暂时安全。徐长青告诉受困人马上躲到卫生间里，并不断重复着火灾自救方法。对，鼻子堵好。对，有毒的烟气它比空气浓度这个轻，它往上跑，所以这个我们如果真是这个像这个火灾发生以后，尽可能来降低身体重心，实在不行就匍匐前进。在这个不紧张的时候都能够想到，有可能都会想到这些方面的知识，但是真是到了这个发生火灾以后，心里一紧张一恐惧，可能会连这基本的这些常识都不一定能想得到，这些动作不一定能做得到。对，时间又过去了3分钟，烟雾在不断的增大。徐长青根据窗外的烟雾量，紧张的计算着时间和屋内的火势，并不断的鼓励受害人坚持住。然而就在这时，电话里传来了受困人极其微弱的声音。从他这个语气也好，这个声音也好，明显的感觉就是想放弃了。他讲不行就算了吧，而且他那个声音是很微弱，很无奈的，很那个，很
就是讲，当时也可能也是一种绝望吧。我们无论如何都肯定把你救出来。许长青感受到了受困人的绝望，他一边大声告诉受困人坚持住，一边紧张地告诉他务必捂住口鼻，将姿势放低。面对此刻的情境，许长青心急如焚，不断地催促破拆队员。直接上二零。终于门打开了，消防队员立即冲入屋内，一面灭火一面跑向二楼，迅速将被困人员救出。救出来以后，我感觉特别自豪的感觉。从我个人来讲，人生价值一个体现吧，或者讲一个完成了一次这个使命也好，任务也好。如果处置的不及时、不当的话，很可能就很难把他活着救出来。15分钟的通话，对常人来说是再平常不过。而徐长青15分钟的通话，却拯救了一条鲜活的生命。徐长青用电话告诉被困人如何自救，为生命争取了时间，并创造了中国公安消防史上第一个电话救人的成功案例，如今已被公安部列为经典案例。扎实的基本功和不断探索的精神，让中国消防有了徐长青和桑武这样的典型。2014年，桑武和徐长青都被评为中国最美消防员，然而在他们心中，自己却只是消防队伍中微不足道的一个个体。我是一个我们全省吧，全支队、全省乃至全国消防官兵的一个代表，一个缩影。像我这样的消防人吧，太多太多了。不是讲我干了多少惊天动地大事，或者讲取得多少成绩，得到这个荣誉，而是我们消防部队确确实实的为人民的抢救人民生命财产做了很多，牺牲了很多，奉献了很多，荣誉应该属于我们全乃至全国消防官兵，真是这样的。我特别想说的就是说，其实我们消防队，我们在干这种职业的时候，更有。不容易的人是我们的家属，我们做的这些工作，都不敢跟家里讲，但是过后家属都是从各种渠道，比如说电视新闻看到了，所以说我们这种工作，那就是这种工作性质没有办法，但是说家属同时也在跟我们这样承受着这种痛苦，所以说我觉得他们更不容易。消防，一个听上去简单而朴素的字眼，却承担着抢险救灾、保卫国家与人民生命财产安全的重要使命。有人戏称他们过的是一半的人生，睡一半，火一半，生一半，死一半，饭吃了一半，梦做了一半。也正是他们的无私与果敢，才使百姓对火灾不再畏惧。当醒目的红色出现在眼前，那红就是希望。还有没有可以感受的温柔？善良相信诺言还在，那是铭记的理由。尽头不能停留，一生别无所求。